我到了，放心，谁也跑不了。嗯，子舒，马爷还真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完成。哎呀，看你说这话，我过来就是帮你打点一下。 这么多人啊，挺热闹的。没想到你跟孙叔关系这么好，还真下得去手。 关系好又怎么样？出卖我爸的人，都得死。既然是我给孙大鹏放出的消息，那说我就要干净一些，省得落人口舌。被人说我跟他关系近也有问题。 那就麻烦了，是不是刘明？四叔，之后的事就交给你了。 和虎哥的交易我替你去吧，只要你信得过我这个孙叔，我愿意帮你挡一道。可可还小，他需要一个安稳的成长环境，更需要爸爸。一旦经手了祸，你就真沾毒了。我们这边人，在很多事情上是身不由己的。 你还年轻，有的选。显赫，凡事都是有希望。又下台阶了啊！哟，可可，你爸爸来接你了。
不是你家吧？下次再去，今天爸爸来接你了。你受伤了，你脖子这儿流血了。没事。 孙爷爷呢？他说要带我去命理难呢。他什么时候来找我啊？孙爷爷没来，他不来了。去，办事的去。 去解决孙大鹏，你怎么动手了？既然刘冰早有我串通内鬼，我就必须亲手解决孙大鹏，不然怎么能堵住刘冰的嘴啊？好，这样也好。所以根本就没有跟虎哥交易这回事，对吗？ 手上的货，得想其他的办法。之前让你来虎王，不是真的想嘱咐你结什么交易。你跟孙大鹏走得近，用你方假消息给你的伤口，他最为戒心了。你怕走漏消息，才不告诉我。但我毕竟是您儿子，没必要。 连我也防着吧。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，舅父劫走的货，我帮你拿回来。 离交易事件只剩下68个小时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会带着你做基本训练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王倩。王倩12岁就被同父异母的姐姐送去了底特律，高中辍学。你要模仿她的一切，但是身份恢复以后，要洗掉这个纹身。听明白了吗，王倩？王倩。 错？怎么？毒贩大多使用的铜制枪。
缴了嫌疑人的借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开枪。那么，不管多么简陋的枪械，都必须熟练操作。一整天了，就看这么一点儿。第三遍，别把音乐关了，弹安静我犯困。 结案后要上交国库，你现在拿的是国家的钱，弄丢了，要自己想办法一分不差的还上。这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，秋虎。据汪珊珊透露，汪倩虽然是他妹妹，但是秋虎生性多疑，按理说他不会轻易给汪倩供货，但这次为什么答应的这么爽快？ 有可能就是想空手套白狼，黑吃黑。只要黑吃黑，就让他们黑这个。我不是贪生怕死，我不找几个帮手，实在说不过去吧。帮手你可以找，不过不是警察。说杨明让跑走了。 钱呢？王珊珊没了，你们就找他妹交易。这丫头不顶事儿。龙津一带没了王珊珊，都是我管事儿，生意你得和我谈。咱们既然搭上线了，那就让我看看你们的诚意。 你说的，几声？两声。几声？三声。雷天青，都打趴下了，我跟你对半分。 猪吃老虎。
你藏得够深的，松哥，先别杀！假的，钱呢？ 大哥，我一姑娘出来混不容易，总得防一手吧。别耍我！上了我，你们一分钱也拿不到。让你们老大带货来，只要我见到货，你们就能见到钱。 大鱼到准备收网，都这么久了，火锅不会迷路了吧？ 老大面子够大的呀，都到这会儿了还不露面。虎哥给足你面子了啊，让嫂子来送。钱呢？嫂子，量货了，但大鱼没到。 准备行动，收到。货清了，怎么回事？要条子！行动！是你引来的警察。 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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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
带走，拍照取证。林强人呢？ 条子，是他，他是警察。虎哥，为什么？ 上个月，有个生人找我，花钱让我帮他杀个人，我不知道那个人什么来路，杀完了我才知道他是条子，真不是我引来，是他，他是警察。他说你是警察，这话你也信？你杀了条子以后，被条子盯上了，玲玲我也跟着倒霉。 关系，虎哥，你留我一条命，留我一条命！我认识几个大客户。除了血迹，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？ 暂时还没有，扩大搜索范围，仔细再搜一下。是。曹大，找到人没有？附近都搜遍了，暂时没有发现林强和聪子，但是发现了血迹。曹大，林强该不会……收取血样，搞化验，勘察周围的脚印。 技术那边追不到林强的手机信号了，他要是没遇血，也是被别人控制了，立即发出协查通报，把火引到聪子身上。是。现在插播一条新闻：近日晚间，门江区某旅馆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，被害人程吉为我市公安局门江分局禁毒大队大队长，现公安部门发出协查通报，嫌疑人男性，身高1米74左右。 作案时身着灰色帽衫上衣。警方调查发现，本案嫌疑人同时涉嫌一起毒品交易案。虎哥，你听，是聪子招来的警察吧？啊？说完了。我就是想跟您再解释解释，我不想被误会。对不住了。
这小子是从自己来的，谁卖通子？还能有谁？我结了谁的婚？马爷。 病犯就医，医的医院查到了，救不住楚娇娇，你俩就别回来了。晨儿，那你这怎么办？救他？ 楚娇娇有什么好救的？怀了种呗，男人嘛，陪了女人可以，儿子不能不要。你说这楚娇娇真是够狠。 撒个货撒不干净，让警察也得。行了，先想想怎么劫人吧。这人要救不出来，虎哥那根本过不去。医院有条子看着呢，我们怎么劫人啊？赶紧埋了吧。 你要知道，买你是虎哥的意思，跟我们俩没有关系。你到了那边，有仇报仇，有冤报怨，别找错人了。有什么遗言，赶紧说吧。你们别杀我，我什么都愿意干。啊，废话。哥。 要不你们先把我留着，肯定没话说。雷姐，怎么着？你还真动了什么心思啊？你想，咱们得找个替死鬼，不然万一出事了，咱俩都得完蛋。 聪子什么都知道了，他说背后老板是秋虎，是秋虎让你送的货，他已经供认，还杀了一名警察，幕后主使还是秋虎。他撒谎，他在撒谎，怪不得总司最近不对劲。不要狡辩了，就是秋虎干的。虎哥好端端杀警察做什么？虎哥是跟我说过，他劫了别人一批货，拿了别人一批货。 别人是有把酒要报复他，他就一直防着。聪子，聪子一定是被人收买了。<笑>说吧，秋虎劫了多少海洛因？不是海洛因，是红酒。是红酒。红酒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曹大。 结果出来了，血迹不是林强的。现在楚娇娇把秋虎撇得一干二净，什么线索都问不出来。这点楚娇娇不像是在撒谎。她说秋虎劫了一批货，与人产生了纷争，别人故意买通聪子杀警察栽赃秋虎。我关心的是，这个别人是谁？秋虎劫的又是什么货？当务之急是找到林强。 加班人手，摸排到路监控，抓紧时间，要查到他的下落。是，曹大。不能在病房接人，条子看得紧，完全没机会。明儿没机会的话，给你挖的那个坑，我还留着呢。
别啊，病房没机会，人出来有啊。一孕妇怀着孩子，总得做 B 超、心电图之类的吧？我们就等嫂子被带出来做检查的时候动手。找到了，楚娇娇 B 超已经做过了，没时间了，一定要赶在人转走之前动手。警察盯得这么死，告诉我怎么救。干嘛去？尿尿，不尿想不出办法。你要说话呀，说话。没下班呢，今天值夜。那我先挂了啊。点事儿，跟你说什么？他问我孕妇过敏后怎么处理。不是你们瞎紧张什么啊？非得把动静搞那么大吗？你们是不是要救楚昭昭？病犯只有在做检查的时候才会离开房间。楚娇娇既然检查过一次了，那我们就得让她再检查一次。行，那我们就这么干。楚娇娇既然对虾过敏，那我们就在她的饭菜里下虾粉。对，我跟小护士打听过了，孕妇如果过敏不严重，不会影响到胎儿。饿死自己不要紧，别害了肚子里的孩子。好。这个时候，医生一定会带他去做治疗。病人明天下午再做 B 超。好。等医生治疗完，肯定会让他再检查一次。到时候，我们就下手。没错，楚昭昭在七层，妇产科在二层。我算过了，从七层的病房到二层的 B 超室，步行需要三分钟。楚昭昭明天下午4点检查，4点之后的这三分钟里，我们一定能见到人。见到人又怎么样？当着警察的面硬抢？不行，我们要想别的办法。这个我有办法，条子押楚娇娇走，一定会在电梯停留，到时候我来做点手脚。但是接人必须你来。行，你们俩在医院西门接应，西门直通大路，只要我们的车不被警察发现，混入车流之后，警察就很难再追到我们。那要是出了岔子被逮了怎么办？被逮了，我也不会供出你们。既然我说这事儿要一个人扛，这点江湖信用我还是有的。可是呢，我帮你们这么多也不是白帮的。我没拿到虎哥的货，钱又被抢了。救出嫂子之后，我要跟着虎哥。你们以后赚钱，要带着我一起。这臭丫头，我不喜欢，我怕她整出什么幺蛾子来。是得防着点。你是不是有个表哥在矿山上工作？明天辛苦你跑一趟了。多久能把他给我带过来？快，差不多15分钟吧。进来。曹大，大壮说医院有个护士来找过我们，说林强让他来捎话，让我们一定要配合他的劫人行动。什么时候？人现在在哪儿？
昨天晚上来的，人已经联系不上了。难道他们想动楚娇娇？这样，你下午就去医院盯紧楚娇娇，我向上头请示这次行动。是。曹大，程景松他过来打听程大案子的情况，他说他想见你。我哪有功夫搭理他，赶他走。是。雷姐，黑哥，扎山的玩意儿用我身上，不带这么玩我的。我们不玩你，你就得玩我们了。我不干了，你们帮我埋了吧，埋了我，至少还能留个全尸。去不去由不得你，炸弹已经装上了，检测了引线会爆炸，不捡强拆也会爆炸，只有我赵子没有你命，明白吗？你们就不怕把嫂子一起炸了吗？把他炸死了更好，省得我们去救了，不是吗？等等，引爆的时间再多给我五分钟，就五分钟。去了懵懂，换上了笑容，带刺玫瑰绽放深的红。不逃避，不去想，不怕痛。黑夜中的翅膀下生风，追逐心中不灭的火种。想着爱，想着有，想前冲。触摸着妈妈日式繁华，落几寒宇宙的这世界很酷。